秋天都到了，我才想起来今年夏天还没建过海景房呢，趁着天气还暖和建一个海景房吧。等等，你说我是选这种有屋檐的还是选白框框的？我喜欢白框框的。好，那我就选有屋檐的，免费送的屋檐不要白不要嘛。可是这样建好了的很有局限性呀，看它屋檐的形状，做中式的屋顶更适合一些。中式就中式呗，试试看海景中式房说不定也不错哦。那是什么奇怪的搭配，想想就难以接受。也别难受了，框架不对，建不成规矩的中式屋檐，做出来不对称的。我还是铺一下屋檐，做个小洋楼的吧，这样看上去不错哦。好了，屋顶完成，来做墙吧。噔噔噔，瞬间完成，哈哈，做了小池塘、停船港，门还是独特的窗式门哦，看上去还不错。我还是喜欢白框的。我可不想建，要打你自己来。好吧，其实我也不想，做房子太累了，那我就随便建一下吧。哇，你这叫随便建一下吗？对呀，墙都没刷完呢。这是一个小双层，一楼是工作室、会客厅，二楼是卧室，还有室外休闲的地方。做得太仓促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说不定有人喜欢这种怪呢。小伙伴们，两种海景房，你们更喜欢哪种风格？投个票吧。